就这个九九方，无论是你用Jungle 用 Python 写，或用 Java 写，或者你用 PHP、ASP 等等，其实都写得出来。那其实主要你会发现它背后呢，按右键检视原始码看一下，那其实它结构不外乎就是一个 table，宽度大概用700。那框线的话，border 我给它等于一啦，就大概它的 border 宽大概就是一个像素然后后面一定会结束一个 table 反正 table 头、table 尾，然后只要有一列的话呢，就是一个 tr 里面的话一个 td 嘛，这个应该没问题啊，一个 td 的话就储存格嘛，tr 就是一列，然后一个，然后结束一个 tr，所以到这边的话到9有没有？九这边就结束一个 tr，所以这个表示这边是一列，然后呢再下一列，再下一列，再下一列，直到呢这个 table 结束为止。OK 所以如果今天呢，我希望把之前的 Python 我们写过的程式，所以呢你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九九乘法表应该还有印象嘛，就写出来，其实非常简短。我其实只是写一个什么 for i in range，OK 然后呢从一到十就是一到九取出一个值。然后呢，j 的话呢，也是取出一个值，然后就用那个，我这边是用 format 了那最后结果就是中间会加一个 tab，有没有反斜线 t 嘛然后它就一个先放一个 i，再放一个 j，然后把 ij 的结果放到这边，然后最后输出一个 tab，然后就一个输出一个，一个再输出一个，再下一个，但是到这边最后为止的话呢就要把它再做一个换行，换行到这边。他又换下一个，直到呢，到当那个 i 等于九，第九列没有了，他就跑完了。OK，那如果说今天呢，这边有印象吧，应该很简单，只是说再来比较困难一点，说你要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一个网页，也就是说呢，你变成你要多加一点东西，也就是说多加什么呢？这个外面整个你要把它先弄一个 table，所以呢 table 头，table 尾。有没有啊？table 可能要加一个它的宽度，它的框线也是 border 然后再来的话呢，一个 tr 的头，tr 的尾把这个 tr 结束，一个 tr 头，tr 尾，然后呢一个 td 头，td 尾，那所以呢 table 部分就不用了。那这个地方该怎么转那我大概把那个 转 Django 的部分呢稍微说一下。所以第一个呢，也许你可以把那个九九乘法表再回顾一下。这个蛮重要，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在网页里面其实很多机会呢都会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把它 show 在网页上，比如你 select 的结果嘛，那你总要 show 嘛，那 show 的话呢，一定都用表格嘛，一个 table，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不熟的话，以后你要 show database 的资料到网页就会有个问题了。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很熟了，因为以前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些东西，OK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尤其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标签里面的 TR TD 这个固定的然后呢，做法一，首先的话，你请各位观察一下，当然流程标准化，以后尽量我觉得写程式最好最轻松就是你有个标准流程，反正 step 一就是先建一个。在 view 里面建一个什么？建一个 function，那个 function 名称也许叫 nine，也就是我今天要思考说，我要怎么跑这个程式，写在哪里？第一个写在 views 里面，所以 Django 它的逻辑啦，反正你一律程式都写在 views 里面。第二个的话呢，你必须要让它可以在你的网址上面输入，可以对应得到，所以第二个再写一个 urls，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两个步骤呢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程式该如何撰写？首先的话呢，第一步我先在哪里呢？先在我的我，所以我在我的专案我就之前有建一个 first project 里面的话呢，找到那个 views，那 views 里面的话呢，第一个我可以先怎么样？先建一个这个名称叫做 nine。OK，那一样啊，其实这个中间的话，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大概说一下。第一个，我先用 S，我习惯用一个 S 的话表示这个是将来我不要再产生另外独立的一个 HTML，因为这一招比较简单然后呢，希望做什么呢？它的开头，它的开头的话一定，所以呢，我的写法一定是啊，先写这个可以先不要写，
这个也不要写，反正我就先把什么，先把那个结构先写出来好了。那个结构的话，基本上一定就是，什么 TD 开始，然后中间的话一定会有一个 I 嘛，哈，然后 I 什么 I 乘上 J， 然后等于什么呢 ？I 乘 J 的结果，啊，类似像这样啦，所以你可以像我的习惯一定是开头。 就是把那个网页的头写在这边啊，所以它的头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 table， 它的 width 宽度的话就700，啊，因为这边有双引号了，所以这边把它加一个拖曳字元啊，然后 border 等于一 ，OK， 第一个就是我的表格开始，那再来的话呢，决定它表格结束，所以通常啊，我会先写这一行跟写这一行，啊，特别重要，这个开头所以不用串接，后面的话要串。 再来中间要加一个 T 啊， TR， 所以呢我就中间再加一个 T 啊，结束一个 T 啊 ，OK 啊，记得哦，我就把它缩到第二个阶层，哦，所以本来是这样，这样这一阶，下一阶，所以一个 table， 所以它的逻辑一定是我要画一个表格的话，一定是画这样子，哦，先有个表格，然后再画一列，画完一列之后的话，再去切割里面的储存格。 啊，那储存格里面的话在摆资料 ，OK 哈，大概逻辑是这样啊，所以以后如果你的那个资料库啊来的资料也是一样，反正你就先画个 table， 然后看有几列嘛，你就先第一列第一笔 record OK， 然后抓到之后再把它一个一个放到 TD 里面去，哎，其实就 OK 了啊，逻辑也就是不管你是写哪一种语言啦，你现在用 Django， 你现在用Java， 你现在用其他的，反正我觉得。 都不会差太多，都一样的，哦，这个概念大概30年前我写程式就这样写，30年后还是这样写，没什么差别哈。那再来的话，里面就加个 TD，那 TD 的话呢，基本上哈，其实我们可以仿照，什么呢？就是可以用 format 的话呢，那我可以因为里面会有 I 跟 J，I J 跟 I 乘 J 嘛，所以我可以用个大括弧，这个也可以用大括弧。 这边也可以用大括弧，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再用 format， 我前面讲过嘛，你可以用 format， 再把什么呢？再把 i 这个后面的三个词哦，把它分别填上去就可以了。啊，记得呢，用那个大括弧呢，然后可以有点像我再把值丢进去就可以。啊，这样的写法其实非常的简便。好，程式就写完了，应该可以看懂吧？一个 table 啊，然后一个 tr， 然后再加一个 td 头。 TD 尾中间放一个东西，哎，那它就放在那个表格，啊，最后的话呢，我就再把它怎么用那个 return HTTP 的 response， 就是有点像 print 啦 ，print 本来是 print 到 console 啊，这个是 print 到我们的网页上去，就 OK 了，OK 可以看得懂吧？哈，程式应该不复杂吧？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所以九子乘法表这样子。 就写完了，然后把它 save，OK，、OK, 第一个哦，好，请各位第一个 views 先加哈，第二个的话呢哈，哎，这边是不是有错误？这个错误是应该是串哦，那不行，这个不能乱说啊，还有我刚刚忘了，还有 for 回圈，因为 for 回圈我要把它加上去，所以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我要什么 for i in range。 OK， 刚好忘了再把这个 range 从1到10，然后冒号 ，OK， 那我就产生第一个，这个 i 的值就产生了。再来的话呢，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里面呢，再产生什么？再产生一个这个 j 啊，那 j 的部分的话呢，我就把这个 call 过来，然后这边改成 j 就好了。OK， 好，然后。 在这个里面呢，帮我输出，所以一个 for i， 一个 for j， 好，然后再来就是输出哈，最后再串一个，所以缩排可能要特别注意哦，这边先加一个 i， 然后进来之后串完，再出来之后呢，再加一个那个 tr， 好，然后再最后再加一个 table， 好，程式写完了，看得懂这意思了哈 ，OK， 就是刚刚好。 讲得太开心了，忘了加回圈 ，OK 好，哎，回圈再把它补上，这样就 OK 了。好，那再 run 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啊，那应该看到啊。再来的话就是做什么？再来就是加 UI 咯。
啊，UR非常简单嘛，反正就是在这个最后面呢，我再加一个，就是把上一行复制下来也可以了啊，然后加一个 nine， 然后呢后面一个结束符号，再加一个 nine， 啊这个 nine 的话，因为在这个是 view 嘛哈，所以呢就把它复制放到上面这边，这边再加一个 nine， 这样就 OK 了。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什么，可以把它直接 run 了之后结果应该理论上 OK 了。 哎，跑完看到结果，不过应该刚刚跑过了哈，再跑一次。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不过哈，也许你可以变化一下。我之前都很喜欢考同学说，你如果要变化题的话，可以试试看，请你把那个刚刚的结果改成这样子，跟这样子，甚至还这样子。 这样子，反正就不一样的颜色了哈，反正就应该知道意思啦。意思就是什么？只要是它的什么呢？它的 i 的值哈，如果是5的话，那就把这个储存格改成黄色。嗯，看得懂吧哈？哎，怎么做？好 ，OK， 请各位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所以其实标准步骤哦，在 Django 里面哈，其实我觉得。 跟在 Python 里面最大的不一样哦，应该就是要处理那个网页的标签问题啊，就是那个 table 啦、 tr 啦、 td 这些，好，就是把 Python 里面本来没有的东西再加一下。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可以再加一个 UI 哦，就是针对那个网页部，所以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写完了 Python 啊，也可以很方便就可以转移过来到这边哈。